在从事废食用油回收这个产业，我算是第二代，是承接爸爸留下来的基础。以前爸爸留下的基础就是我们只单纯在做一些大型的食品工厂而已。一般的废食用油，你如果没有妥善的回收的话，废食用油跟清洁剂它会产生皂化，会有硬块的产生，所以会阻塞我们的排水管。坦白讲，我从14岁年轻不懂事，觉得当兄弟好像很神气。后来就因为在赌场里面有接触到毒品，开始染上海洛因。我吸海洛因大概吸了20年左右，生活上是真的是痛不欲生。后来就是因缘际会，我到基督教晨曦会的戒毒机构去戒完毒之后，那回来承接家中这个事业。我回来第一年就开始慢慢的在带领弟兄出来从事这样的工作。我所从事的行业其实门槛比较低，你只要有驾照，你肯辛苦的去从事这些工作，基本上你的生活不太有问题。戒毒的话真的是很难，那如果当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可以戒完毒之后，我们要生活又更困难。因为一般大众对吸毒者真的是非常的排斥，非常的害怕。坦白讲，完全是我们自己以前的作为让整个社会大众非常的担忧。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契机，所以我带这些弟兄出来，在外面的一些便当店或鸡排店或小吃摊，在街边这样巡回，在收这些费用。我们有薄利就可以了。我们最主要的愿景是，我们要创造我们这些根生弟兄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。我们要就勉励我们这些弟兄，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审查自己本身，有一些聚会，一些辅导的课程，我会鼓励说弟兄要请假的去上课，在将来的话能够以这些经验再来辅导新进的弟兄。我吸毒的时间也不算短，前后大概20年，这20年当中其实家人的爱心耐心都一点点被我磨完了。最后是自己的母亲，她一直不放弃，从头到尾一直不放弃。那到最后就是有机会去寻求到帮助，得以戒毒，是这样才整个生命都转变的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家人的支持、家人的关心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。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就是说，真的是很感谢他一路以来的陪伴，没有他的陪伴，我没有办法去后面再去认识、接触到这样的信仰，来改变我的生命。以前都是写卡片才会去写，那面对面真的是就讲不出来。那现在在镜头前，我就可以跟说，妈妈真的是很感谢你，谢谢你这20年来一直的陪伴，一直的扶持我。那在这里，我想对着镜头前面的你说，妈妈，我爱你，我谢谢你。